1月17号早晨 ，Angelababy 在香港顺产生下一个摩羯座男宝宝，华晓明在医院全程陪产。当天下午，有媒体报道向太陈岚手提礼物前往医院探望，向太转发相关报道称：“我急着去看宝宝是应该的，毕竟是干孙子。”小明已经蒙圈了 ，Baby 也累坏了，勇敢的自然生产，佩服。见到了小海绵真容的向太太不住夸赞：“好可爱又漂亮的，五官立体，大眼高鼻，兜下巴大耳朵。”同时向太有感叹小海绵和自己的缘分不浅，两人不仅同属猴子，正好差了一甲子，阳历生日仅差两天，而且还是同一个时辰同一个星座。让我品尝这滋味，把世界的不